在电视上面做很多事，他会担心吧？就是听说有一次吞铁蛋啊，那次你很紧张是不是？会。我妈妈看完都会打电话来跟我讲说，有些动作不要做了，而且这么大年纪的。阿姨，她是一次吞很多颗吗？好像六几颗。哎呦，就那么多颗。悄悄悄悄讲几句话，说不要挡到我发型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所以，我的妈妈说不要弄到我发型。像妈妈有想过要进演艺圈吗？我妈妈有讲说，如果今天表现得好的话，可以唱两首歌的话。可是你也可以弹的。你好像觉得很大。你好像抱怨过她拍照很僵硬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妈妈拍照就是唯一就是一个表情，不管做任何事情。妈妈站一下好不好？对，你看拍照会，妈你拍照，你拍照会摆什么？老公务员的样子。你拍照会摆什么姿势？摆姿势。假装现在要拍照的话，我妈只要一拍照，任何时间，妈我们来拍照。我妈拍照，拍照是很生活的。怎么这样啊？对不对？我妈只要一想拍照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拍照都是在那种民国六十几年到七十几年。阿姨，我要看你真实的了。对，妈，你拍张照。拍照，拍照，拍照。阿姨，来拍。你看像不像？我没有骗人，真的。真的，刚有这样。对，他有脸，我妈有，他有摆侧面出来。对啊，你看。所以他爱唱的歌是，我妈最爱唱的是《女人花》。哦，所以阿姨，你是有很希望我们今天让你唱吗？以后再说吧。所以你有打戏？没关系，有机会的，真的，相信我，搞不好会被签，真的。啊！加油啊，妈妈！不要了，是我妈妈一个人。所以我讲这句话，真的，我妈妈有多少机会要改嫁？她因为带了三个孩子，所有的男人看到三个孩子都不愿意接受我妈妈。我妈妈为了这三个孩子牺牲，跟我们走到现在。对，赵鑫小时候是一个很麻烦的小孩。麻烦。会害你一直跑学校吗？是是是。他都惹些什么事？因为人家叫他叫绍兴嘛啊，有时候绍兴呢加一个酒嘛，叫绍兴酒。他为了这个就把人家手指头打断了，打了裂了，不是真的断了，就是裂了。啊，对。那我跑到学校去赔钱又道歉。对，但我妈妈去学校的时候都穿她最新的马靴。每一个学员都知道，对。阿姨，她是连老师都整吗？对，老师她把老师，因为我在上班嘛，那放学的时候时间比我的早啊，那我还没到，她就在学校里拜托老师多关照她一下，有时候补一下功课啊。但是有一天老师打电话来。他叫我赶快去学校，有状况。啊，我去了以后，老师痛哭流涕，抱着我妈妈哭，哭得好伤心。我还安慰了半天，就是这个事情。你爸你老师怎么了？他为什么哭成这样？太皮了嘛，皮到不行啊，老师受不了，抓狂。我今天的成就也是从小的熏陶，对不对？不然怎么会这样？对不对？怎么会夸张两个？所以他从小就这么夸张吗？对对。是被哥哥欺负，他会率先演哭戏。因为我在哥哥的这种阴影下，这两个大哥，这个夹缝中存那个生存之道，他很懂。那你有真的比较疼他吗？因为他体弱多病啊。装看不太出来，装的吧。他真的跟他同龄的都比他高半个头。妈，回去。体弱多病应该是他背你吧？这个演错吧？哎，妈妈，你从来没有教育过绍兴说做人不用这么戏剧化吗？讲没有用啊。你有讲过？有啊，因为他也比较也有的地方像他爸爸。OK。对，像爸爸。所以他爸爸也是这么爱演吗？对。也会叫你演什么公务员？所以真的没走啊。有点遗传啊，遗传。阿姨，那今天都已经穿成这样了，女人花不来一下？对啊，我们节目，最后。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，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。
敲是没有翻过啊。对，那假如就敲掉有点大入窄，大入窄就行了啊。但是啊，你可以指导他说他怎么样可以好一点吗？因为我们可以很疯狂，我们可以演文艺青年的。终于学了 B-box 啊！对对对，来一段，大家听听看哦。好，来，蹦蹦。明天晚上10点，中天综合台。